变成我的性幻想对象，叫做苍兰哥。都是胶原蛋白，我怎么可以？他干你的时候，你会超度哎、欸！反思我自己的人生是不是过于太下贱？越来越青春，越来越美丽，越活越年轻的 FJ 二三四，现在要来30万的 QA 时间啦！终于30万了！那你觉得我们有越来越青春，越来越好看吗？有，我也这么觉得。好，来第一题，30万的 QA， 我们在 IG 发的。来，好，这题很棘手。福福有没有跟任何一个一日男友在镜头后私下做什么？打手枪、吹亲吻也算了，要诚实回答。要要，我怎么都不知道？因为我不好意思跟你说。好，那你跟我说。我怕你觉得我假公济私。屁啊！如果有一天不当 YouTube 的话，是想做怎么样的行业？我最想要跟你弟子结婚。你不是说卖芭乐吗？还有说天舞开那个、啊，跟你弟结婚，然后就你弟在台中卖狗迪吧，狗呆吧，然后我旁边再开一间清新、啊，好像会成真的，好像会成真哦。对，因为我想卖比较可以 free 的，就是弟说好的啦，然后99,000就可以加盟。好，未来想和哪些 YouTuber 合作？我最近喜欢上一个 YouTuber， 变成我的性幻想对象。叫做苍兰哥，他是一个医学专家，然后他会踢爆很多肝胆排石法啊，或者说这个疾病到底是不是真的。他是有知识的 YouTuber， 也是你的菜，你想跟他发生疯狂的性行为。对，我想跟他发生疯狂的性行为。啊，你这样讲让我想到一个，我很想跟一个 YouTuber 发生疯狂的性行为。来，请说。陈伟明医师。因为他其实讲话蛮迷人的，是，然后他也会讲一些很那种游走边缘的话题，对，例如说控色好吗？对身体好吗？哎，好像又不是色情，但好像又是知识，例如说打手枪王立刻尿尿，没有，对。最近在考古旧片看到第27集，福福说我们两个曾经交往过一阵子，是真的吗？很好奇当时为什么在一起？因为我们交往过一阵子。我们让提分手的人说，每次到这个地方都要吵一下，我真是，哎，你知道吗？从情人又当一直工作，真的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了。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因为我们曾经交往过，所以我们看过彼此最狼狈的一面。所以说现在一起工作到现在，我们也算是很知道彼此的底细呀、啊，然后私生活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交往过在一起工作其实是好事啦。过40岁后是无法晨勃了，是不是性功能坏了？那有人在问陈维明吗？对，那你要问陈维明医师啊。好了，我跟陈维明约会完，我再跟你说 ，GoGo 是不是可以付钱发生性关系？你疯啦？当然可以啊。不要等一下，你这句话很重哦。不要，就算不是 GoGo， 很多人也可以付钱发生性关系、啊，对不对？所以不能只是说 GoGo 这个行业，我也可以啊。我也可以，我们两个买一送一。两人到目前最想约炮的来宾分别是，我最想约的对象是黄耀明，因为我觉得未来很重要。哦，我就扒着他不走。他有钱又帅，身材又好。对，我就会扒着他不走。打打吧。啊，这样讲是可以吗？可以啊。其实打打蛮可爱，蛮憨的、而且在我们前日子的那个舞蹈团里，就打打。你从编舞里面就看得出来，你真的很想吃进。对，因为我在摸的时候呢，雅蒂是这样隔着摸，但打打是真的摸，所以我看到是长这样子。私下性格和 YouTube 里面会有差吗？当然差很多啊。欸、我差蛮多的耶。如果我不用现在这个个性来讲话或聊天的话，我会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人。我也是，我才记得我昨天去健身的时候，我在摇那个高蛋白，摇，后来那个教练就跑过来说，哎、欸，我看你影片跟照本人都不一样哎。我说对啊，因为我们的能量要留给影片。是真的，是真的。哪个影片最高成本，哪个最低？目前最高成本是你最近看到的 Ava Max 的系列。对，那这影片跟大家说，我们两个只赚了100块。所以我们在算一算算算算，哎、欸，我说我们这里面到底赚多少？哎、欸，看100，而且他除以二，一人赚50，一人赚一包槟榔。昨天不知道跟谁见面，那个人就说，你们这个影片出来，在同志圈的 gay YouTuber 站得很稳，因为没有人做得到了。这还要说吗？然后那个人就说，Danny 就说，你们真的很可怕，你看你们主持、跳舞、演戏都包办了，而且还会聊色，又会搞笑。怎么办？好像想不到有人可以超越你们了。杨丹妮是会说，杨丹妮很会说话。杨丹妮很会说，哎、欸，他特地打给你阿谀奉承。阿谀奉承。他想上节目是不是？没有。如果 FJ 二三四要销毁一集，你最想销毁哪一集？来，叶叶该怎么玩？
你先穿这样，不会觉得很热吗？啊！重点是最近还有人从那影片留言说自己好好笑，那一集真的是不堪入目哎。对呀、啊，那时候怎么敢上这种影片？我觉得观众真的是包容力很大。那你的人生会哪一集？我因为我一直在讲，就是说我被前任抱这样子。后来出国的玩的故事，出国玩的故事。后来我想想，就是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其实不应该拿这种东西来跟大家说，来讨拍。对，来讨拍。我觉得这是我，所以我会把那个影片改成限定私人私人的哦，因为我觉得，是我自己要有风度，我知道。在影片的来宾中，看过最大屌的男来宾是谁？我们再看一起讲，一二三，游泳教练。他真的好大、啊，太大了，又大又粗的。那。两个 YouTuber 选一个打炮，第一个是雅各，第二个是企鹅。三、二、一，雅各。为什么？我喜欢瘦瘦的，相较之下企鹅比较大只一点。雅各嘛，对不对？那雅各跟艾尔文，艾尔文有男朋友了，但我还是如果没有，我们下次就开玩笑哦。艾尔文男朋友不要生气，艾尔文。我还是专心在雅各身上。好，好，那你既然选艾尔文，那艾尔文跟赖瑞，其实赖瑞也蛮可口的，那我会选艾尔文。为什么？那雅各跟赖瑞，雅各跟赖瑞，我还是选雅各。哦，雅各在你心中很，雅各在我心中分量很高啊。雅各跟泡泡哥哥，当然是雅各啊，想跟泡泡哥哥啊。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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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跳起来。想跟泡泡哥哥啊。雅各跟 Brad， 雅各，雅各跟 Reese。雅各，雅各跟恩大，雅各，雅各他想跟你做爱，雅各，哦，人家身材也不错，你等下不一定，雅各跟永教，好难，永教的太大了，还好，永教的大到我会怕怕，靠，那你雅各，我还是选雅各，永教不是你抱，是你真的太大了，大到我会怕怕，雅各跟周信佐。可以三 P 吗？不行哦，两个我都很喜欢。快点啦！那信左啊，好，可以换了。信左跟芋头，芋头感觉在床上也是花招很多人。一夜情，我们现在都选一夜情。你在想说你要选哪一个比较好吃，是不是？信左，好，信左跟陈雅蒂。信左。这样你太熟了，陈雅蒂不要胡闹。艾尔文跟 Robert Home， 艾尔文 ，Why？ 信佐跟 Robert Home，Robert Home， 因为 Robert Home 感觉有点，他感觉不会猛干，没有关系啊。重点是他的一切都看起来那么完美。好，艾尔文跟阿良，艾尔文 ，Why？ 因为我就是喜欢比较。粗糙的但是我说那个不能太精致哦、okay. 对艾尔文跟永濑康介永濑康介哎永濑康介跟我们有一集脱内裤韩国的那个人韩国那个跟 Robert Hong 啊 Robert Hong 哈脱内裤那个那么不一样 ，Robert Home 是他年轻的感觉是，都是胶原蛋白，我怎么可以一个阿姨被弟弟操的那么下贱？Robert Home 跟 Cash， 呀，好难哦，因为 Cash 好可爱 ，Cash， 哦，换人了 ，Cash， 韩国小帅跟 Cash。Cash， 因为其实 Cash 蛮帅的 ，Cash 而且还是有魅力的。对，啊，我们现在都在同 level Cash 跟 Charlie，Cash， Charlie 是你的菜吗？哪个 Charlie？ 我弟吗？我弟是那个 Cash 跟 Charlie， 我会选 Charlie 哦。Cash 跟小虎哥哥，小虎哥哥，小虎哥哥那个乳头，赞，是有吃过是不是啦？就是看你就觉得说天哪，他是天使。他干你的时候，你会超度哎，然后就不见了，会进化，对，就进化。小胡哥哥跟我弟，你弟，你认真，我就很喜欢跟
韩系的，然后啊要年轻，年轻的，然后看起来就是零号，可是他可以把你操到烂，就是我就，可是我弟不会把你操到烂啊。可是如果 if 有一天他把我操到烂，我就会开始反思我自己的人生是不是过得太下贱。我被我同事的弟弟操到疯，好舒服哦，怎么办啦、啊？我到底要不要跟 Josh？ 如果我跟你弟在，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跟你讲。Charlie 跟黄又明医师。两个等一下被谁操烂呢 ？Charlie， 黄又明医师，那武帝跟威力教练，威力教练，你看摸他的奶这样子，威力啊，弟弟啊呀，不害羞，不要，我不可以给你看我的脸啊。威力教练，好，威力教练现在赢了，威力教练跟董子初。因为董子初是韩，超级韩，超级韩，然后董美妆有自己的品牌，倒是跟董子初才有未来啊！威力教练也很棒，好不好？董子初跟二胡，干的哎，二胡获胜，二胡还会改车，你感觉？而且二胡很多名牌，对，好，你喜欢二胡，二胡跟 LOHO， LOHO 跟 Charlie。LOHO 你喜欢？我喜欢。所以 LOHO 现在是打败很多人啊，我跟徐少宇。徐少宇是完美，因为他韩壮好看，而且家里有点钱。好令人。好了，你今天第一名应该徐少宇的，因为没有人了。今天第一名徐少宇。第一名人，你最近第一名是 LOHO。我第一名，如果上过我们节目的话，会给 LOHO 或是打他。Uh-huh. 然后，如果没上过节目的话，会给陈维明医师。好，如果没上过我们啊，你 Mori 上过我们节目，对 Mori 上过。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性爱二选一。对，明明主题不是三十万 Q&A。谢谢大家今天看我们节目。如果你还没关注、还没订阅、还没开小铃铛的话，记得开小铃铛哦。那我们下次50万 Q&A 再见，拜拜。40万呢？40万不做事啊？哦，40万要做事哦。对啊，40万总要做点事、啊。好了，40万，那我们40万订阅再见，拜拜。